懒人。好嘞，是吗？只要是好吃的，流年。张学友，其实是王杰。喝水。猫吧。啊？吸引异性的部位？小腿吧。我去整形一定是免费的，多么好的身招牌啊！没有哎，我觉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可毁伤。对，而且我已经长这样了，也不需要再整了。对，牛仔很忙，必点。嗯，你怎么长得那么漂亮？躺地上，躺地上拍照。很多，比如说我猜中了，比如说你某一个东西，你说我等一下再弄，我说你等一下一定不会弄，结果就猜中了，那个就很得意了，大吃大喝，把我家所有的红酒给喝了，全身，早就想结婚了，5+83+25乘10150。